头医师，我要教大家怎么梳头哈、哦，找一支好的好梳的梳子哈、哦，然后不会痛的。一天梳100下很简单，很多人说哦，100下太久了，不会。我们把头分成5等份哈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5等份，然后每个10下你就会100下就结束了哈。那正中间这样梳10下，好，然后这个跟这个中间呢也是10下，然后耳朵旁边这是胆经哈，是10下，好，10下，然后呢这边也是一样哈，10下，好，所以这样就50次了。然后反过来后面也是一样哈，我把它反过来，好，后面也是正中间。10下哈，然后一样哈，旁边，然后耳朵旁边也是10下哈，这样子也是就这样子梳起来就100下了啊。OK， 然后我们来看 ，OK， come here， 这样子上来，这一条是我们的督脉哈，好，好，这样子10下。然后这个督脉啊，这个也是10下，然后这边是胆经，好，然后这中间这个是督脉跟胆经的中间呢是膀胱经哈，就是也是我们也是10下哈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好，这样子，它背后呢，你看哈。背后也是一样，正中间督脉，然后这样10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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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就是100下了。